也许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没有人能诉说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润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，低着。欢迎来到名人吉他教学网，我是老师。刚刚是你的答案主歌弹唱的示范，在弹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们先把一调夹夹第三格，这是它的原 key。我们来看第一行 ，Mi7， 它的标准按法中指在第四弦的第二格，食指第二弦的第一格，这是 Mi7 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带入它的指法，用 T 一二这三支同时 ，T 是大拇指拨第五弦，一是食指勾第三弦，二是中指勾第二弦，这三根弦同时勾起来。好，这是它的弹法，很简单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和弦是 F sus 二，这个和弦啊，我在影片中是用大拇指扣第六弦第一格，无名指第五弦第三格，小指第四弦第三格，食指一二弦的第一格，然后也是 T 一二，大拇指第六弦，食指第三，中指第二，食指跟中指的位置都不会变，然后这样勾起来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按法比较难按，也可以简化成用无名指压第四弦第三格，食指一二弦的第一格，啊，大拇指的那个根音改到第四弦这样子，啊，这样子也可以，啊，只是我比较喜欢比较低音的这个根音，所以我才用这样子的按法。好，再来下一个 C 和弦，啊，就是标准按法嘛，无名指第五弦第三格，中指第四弦第二格，食指第二弦第一格。然后也是 T 一二 T 大拇指要移到第五弦这样子抓起来，然后在后面 G sus 4 G sus 4的按法，无名指在第六弦的第三格，中指第五弦第二格，小指第一弦第三格，再把食指加上第二弦第一格，好，这是 G sus 4的声音，然后也是一样 T 一二 T 是大拇指要拨第六弦三根弦这样子。勾起来，好，再来第二拍的后半拍换 G， 就是 G sus 4的食指放开，就是 G， 然后它这边只要一二，就是食指跟中指这样勾起来，所以它这边的节拍啊 ，G sus 4一二，第二拍的后半拍这个 G 的食指中指才勾起来，好，再一次哦，一。二三四，好，听起来像这样子。好，再来下一行，这一边 Mi7 Fsus2， 这边都重复的和弦，弹法也一样。我们先回到前面，把歌词好弹唱一起搭起来试试看。Mi7 T12这三支先抓起来。也许哦，也许它是唱在第二拍的时候一。也许世界就这样，听起来像这样子。好，就这样唱完之后 ，F sus 二马上拨下去，这样子。我也好，我也它是对在一二，我也第二拍的后半拍，一二，我也还在路上，路上唱完 C 才拨下去。没有人，好，没有人，他是唱在一二，没有一样也是第二拍的后半拍，一二，没有人能诉说，好，说的时候 G sus 4同时拨下去诉说，好，再来下一行 Mi7 也是一样，也许一样是第二拍开始唱一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沉默一唱完 ，F sus 二就拨下去。眼泪，眼泪也是唱在第二拍的后半拍。眼泪湿润眼眶，眼眶一唱完 C 就拨下去。可又不甘，好，可它是唱在一二，可又第二拍的后半拍哦，一二，可又不甘懦弱。
Jesus for 这边是换在懦弱的中间，懦弱低着，低着它是唱在第四拍，懦弱低着。好，到这边是主歌的第一段弹唱，我们慢慢再把它合起来。也许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没有人能诉说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润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，低着。嗨，我是阿老师。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点击订阅和分享哦。